请收看《维新世界》，维新圣教，安心真经。阴阳日月最长生，可惜天地难分明。若有真圣鬼谷子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。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，他们就甲午千秋双十法会坛上，列祖列宗诸祖灵，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他开示的维新圣教安心真经。我们心不安有很多的原因，有三毒贪嗔痴，没有智慧的时候心就不安，贪多了心就不安，很容易动怒了心就不安了。那么如何去除三毒染上我们的念头啊，染上我们的心呢？我们只有修行，多读圣人的书，多听啊高僧戒德、高僧大德、古圣人先贤的真理啊，我们绝对能够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放下屠刀，贪嗔痴就是屠刀。每个人都身上带了三把刀子，不是杀他人就是杀自己，到最后同归于尽的多得不得了啊，才会历史有那么多的战争，而演化出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门。所以我们当下我们要反省忏悔，所以王禅老祖开示啊，我们维新圣教我们的妙法安心真经是中华文化道统的精髓，而且也是世界新兴宗教的法宝。安心真经是世界新兴宗教，包括台湾大陆整个的中国，所以安心真经是世界新兴宗教的法宝。不要小看900句，这900句呢都是我们人类啊，天和人、天界神佛内心共同的语言啊，心灵的真言，也叫做法器，也叫真言。所以混年在己丑年3月26日，在天坛啊，公路这部法器啊，开示王禅老祖开示曰：维新圣教法言易经。
啊，唯心圣教的教义是易经，但是现在很多台湾的一些学术界的，啊，也宗教界的，把易经看得很狭隘，啊，认为是一个算命的，啊，玩意儿，事实上是错误了，没有智慧的人才这么看待，啊，这没有智慧的才将古圣先贤7351年前所开悟、所觉悟的这个真言真理，看得那么渺小。那么我们相对现在坛城上啊年位上的朱祖灵、朱建灵们，我相信各位过去无量劫来也是这么想法。把易经看为那么狭隘，只有算命，命无命可算，因缘果报，啊，相无相可相，相由心生嘛，啊，运无运可论，行功立德，啊，所以这一些错误的观念，应该当下忏悔反省，不要再有这个念头。你要在这个念头将易经看为是一种算命，啊，叫五术的。虽然五术、三一命谱相是宇宙、人类、地球、世界五大学士的上圣智慧，哎，不是一般学者朋友们说，哎呀，是三一命谱相五术而已，不是一般的一些宗教小小的见地，哎呀，三一命谱相，事实上错误了。啊，所以易经，易就是从因到果，易经是因果律最严肃的法宝，易经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的上圣天伦智慧。所以易经它的法缘7351年哦，哪一个的智慧能够有7350年的啊，这个智慧呢，没有啊。所以我们在座的所有贤士同修及十方善知识们，对《易经》这一部，这《易经》两个字啊，易的日与月，一日一月，我们在地球上日月同辉，哦，所以都是甲到乙，乙到乙到丙。我和你，你但他，啊，人与物，物与人，人与事，等等的，这都是在易经之道耶。所以我们的烦恼有84000个烦恼，但是你要解除84000个烦恼，你用84000个智慧还不够，必须要用易经的智慧。易经的智慧有多少？24亿6400局的大智慧，才能解除84000个烦恼。所以易经啊，也是唯心圣教的法缘啊。当我悟了这个真言真理的时候，我决定要将易经的真髓、易经的大道啊，重新用心和心把它融合起来。那么世间人的宗教观呢，只是讲说拜拜了，世上没有那么狭隘。天地立宗，天地立一个根源，圣人立教，天地之间有圣人，圣人所悟的真言的 教义统称为宗教。所以我们若是懂了这个真理啊，易经是我们生命的泉源。所以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是我们人类生命的泉源。啊，那八八六十四卦
是人类智慧的泉源，也是根源。所以《易经》是一个整个的大宇宙的法则啊，那一阴一阳，一来一往，一世一非啊，那两者之间。那么在一些宗教就说，哎呀，不执着两端，当然不要执着两端，不执着两端就是要中道。那么你要达到中道，只有研究易经才有真正做到中道。若是你不懂得易经，绝对不可能做到中道。所以当下很多啊，参加莲座上超度了，然后有一些就是在世间上共同合伙投资事业啊，共同经营某一件事情，而发生恨怨争执，造成相互残杀啊，斗争而失败，怨死恨死的一大堆，这都是违背的中道。所以若是大家谁能够学易经，做得处处可安心嘛，大家学易经做出工作可顺心啊，哦，所以大家学易经，大人小孩都聪明嘛，大家学易经，名扬两界都可以交心，能通心啊。所以本维新圣教啊，成立了以来33年了，33年的岁月啊，已经将中华文化道统啊的法源易经的根源阐述的清清楚楚，以各种不同的方式、不同的立场、不同的因缘与时空啊，阐述了清清楚楚。所以当下维新圣教啊，华宝大集结，就有像这一部经这么大的经，有15615册不重复的，这就是易经的法源，易经的上圣智慧，是天人的智慧，人间的智慧，天上的智慧，神的智慧，都是离不开易之大道啊。所以易道天心，妙难闻啊。所以唯愿我们所有维新圣教的维新贤士同修，记住易经心法妙难闻，百千万劫今重现，我今勤洗诸妙法，愿此功德皆回向啊。啊，福兮世足，一化开天，再化必地，人力其中啊。福兮世，福兮就是无极。啊，福兮世足，无极是我们的根，我们的源。在佛教，佛陀所开示的，啊，就是燃灯古佛。啊，古佛。名相是古佛，是我们智慧的总根源的总根源，无量劫以前啊，所以伏羲世足是无极世足啊，无极就是足啊，就是我们的根源啊。一化开天，一是阳，再化是二啊，是阳啊，再化一再化辟地是阴，一化开天，再化辟地，天是一片的纯阳，天是光明的，我们的灵性为天。所以我们从易经太极图来看，这是阳，这是阴，好，这是阳，是天，是光明，是我们的灵性嘛？每个人都平等的，再化辟地就是我们的身，身体肉身，啊，是阴，是黑暗，啊，有三毒，三毒贪嗔痴嘛，已经告诉我们清清楚楚了，啊，这个是地。都是天，好，算天为阳，阴为地啊，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太极图，
就把个整个的人世间阐述的清楚。而且这张图里面还记得又有一个黑的，这宇宙虚空还有其他的星球的星存啊，这个呢大地之中又有一个光有能量，所以物质能量不灭定律易经的根源嘛。所以鬼谷先生王禅老祖的慈悲开示我们，我们要有智慧，不然的话我们一直在那边啊，疑神疑鬼自我保护，结果自己掉进黑暗的漩涡里面，那不是很可怜吗？啊，所以胡西士开始我们一化开天，你第一个念头就是天是阳，再一个念第二个念头，一件事情的第二个念头是阴，当你想到第二个念头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。为什么有第二个念头？就是信心的问题，还有疑心的问题，没有自信的问题啊。所以禅宗这是阳，禅宗的哲理啊，那么这个是我们叫修行啊，修行学习从黑暗中找到一点光明，那这光明本来就有了嘛。所以易经大道真是妙难闻啊，易经心法妙难闻啊，啊，所以本唯心圣教的法源是由易经。好，那再来，再化辟地，人立其中，有天有地，中间是人，好，万花生成，万花生成了啦。哦，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我们，我们人在世间上，你第一个念头都是要光明面的思维，光明面就是要有智慧，你没有智慧你怎么去找到光明面的思维呢？那没有办法找到光明面思维，你就要学易经嘛，你要用易啊。所以孔子开示我们，黄冠以未然，老子再来一个与其无所生，这都是非常高的境界。但是如何让他与其无所生，你就要用意，鬼谷子来一个用意，就要有智慧，用易经，用对待的智慧来看待。所以鬼谷先师开示我们的一切真理，在三十年来，等头尾三十三年来所开示的一切真言，太多太多啊！那若是各位要了解，可以进入我们唯心圣教各地的开课共修啊，可以来学习，你可以找到一条人生光明的路，立于永恒不败的地步。啊，所以一化开天就是我们每一个念头，我们来到世间啊，犹如佛经金刚经开示我们，当我们人来到世间上有很多的烦恼，那么要如何防啊，如何降伏其心呢？如何降伏烦恼呢？就是要有智慧，你要有智慧一定要有法，而你法从哪里？从易。所以释迦牟尼佛所开示的易经，就是虽然没有用我们老祖宗胡西士族所开发出来的啊，这个数值啊、数目、数字或者规啊、规卦啊，但是释迦牟尼佛叫我们一再的反复站在两者之间。啊，将心比心，
互换立场的时候，在早期中道，你就会找到哪一个是光明面，以不伤害为原则。如果找到一个不偏不倚的，就是中道嘛。孔子也是开示我们要有中道啊。啊，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告诉我们，直截了当的，古至今用，古人的智慧要拿来当下来用。啊，若是你会知道当下如何用的时候，我相信社会上就不会那么多的糊涂事。啊，有如啊，台湾的民主，在昨天，啊前天，啊整个的民主的竞选，很多开始用意就了解谁该输该胜，了了分明嘛。若是你了解了，防患未然。哈哈，不要说，有的说，哎呀，拜托拜托，若是明天没有上哦，啊，后天我要跑路了。我说后天要跑路啊，这个就是不懂得真理，不懂一阴一阳的道理嘛。我们人来到世间上白走了嘛，不是为了跑路而来嘛，所以要有智慧啊。那只有大家学易经，做人处事可安心嘛。大家学易经，做出工作可顺心；大家学易经，家庭圆满一条心嘛。这个就是不变的真理呀、啊。所以鬼谷先师啊，开示我们唯心圣教的法缘，要从易经学习，从两者之间找到一个中心点。啊，找到中心点，首先要把它包容起来，放在心中。放在心中，你如何去判断当下哪一个是与非呢？就是要用意，要用意古至今用，你才能够真正防患于未然，啊，以其无所生，然后共同创造一个和谐的心灵社会，啊，和自我心灵的世界。啊，所以啊，万花生成啊，天地之间有无量无边的华，万华有烦恼的华，幸福的华，啊，无计其数的华，说也说不完的啦。好，所以分分秒秒都有华的问题在存在的，啊，我们时时刻刻都有华的调和，所以我们如何在世间上，啊，这过一段心安健康的人生呢，确实是一件我们值得重新思考啊。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呢，开示我们要学习易经，大家学易经，修行道上可见见啊。大家学易经，家庭圆满一条心嘛。大家学易经，国家社会见太平。所以有人说，哎呀，师父啊，你说天下太平何其容易耶。我说很简单，从自己个人的思维啊，做到不伤害他人啊，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，然后你就能够帮助他人，那社会不是就和谐了吗？那天下太平就在我们的眼前嘛。啊，所以王禅老祖开始，大家学易经，国家社会世界见太平。祝福各位。心成佛，天下。